大家好，我是 Tim。近日的新闻里啊，我们都目睹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再次升级，全球都在关注着这场风波啊。各国领导人呢，也是纷纷的对这一局势啊表示关切。世界各地的街头也响起了示威的声音，支持者们啊分成两派，一方呢是声援以色列，另一方呢是同情巴勒斯坦。那么究竟谁是正义的一方，谁又是邪恶的一方呢？是是非非啊，哪有这么容易说清楚？我们不如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因为正是那些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人，正在为所谓的正义给其他人带来无尽的伤痛。有的人说啊，这是一场千年的恩怨，仿佛是受到了某种诅咒啊。用这句话来概括两个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啊，固然是有点神神叨叨的，但是当查阅他们的起源和历史，似乎又感觉到好像有点道理。为了搞清楚来龙去脉啊，我们就从这两个民族的源头开始探索，尝试用多个视角去了解双方的交集和现实。这不是一个历史科普和实时分析啊，但我相信，当我们放下心情，就像听睡前故事一样，尝试用他们的视角去体会他们的经历之后啊，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会有一个更为客观的了解。当然，无论我们怎么做啊，我们所能了解的终究是片面的，是主观的，无法完全还原任何一方的情感。所以希望大家能以开放和批判的心态来观看这个视频。接下来，那我们先从他们的共同起源说起，神的恩赐。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早期的历史是宗教历史，他们分别记录在犹太教的塔纳赫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他们大致上是这样的：创始之初，上帝造了亚当夏娃，并让他们居住在伊甸园。这个位置现今无法考证，有说在伊拉克一带，也有说只是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一天，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被驱逐出了伊甸园，按照神的旨意，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当地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世上的恶也多了起来。到了亚当的第十代，上帝实在是不能忍了，决定通过大洪水重塑世界。但诺亚因其正直得到了上帝的眷顾，于是吩咐他造一艘船，并带上老婆孩子一家八口还有各种动物，躲过了大洪水。这就是著名的诺亚方舟的故事。顺便说一句，中文的船字拆开看是舟八口这三个字组成，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对诺亚一家八口的标记呢。洪水过后，诺亚方舟停在了亚拉腊山上，这个地方通常被认为是现在土耳其的东北地区。得救后的诺亚一家纷纷开始重新繁衍生息，他们要重建人类文明。老大闪留在原地，是亚述、亚兰人、加拉德人以及希伯来人的祖先。老二韩的后裔往西南迁徙，繁衍出了迦南人、埃及人、基述人和非利士人。老三雅弗往西北发展，是加玛人，也就是斯拉夫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祖先，又是马代人，也是库尔德人的祖先。亚完人就是希腊人的祖先，土巴人就是土耳其人的祖先。这样又过了时代，有个人叫做亚伯兰，住在加勒底的乌尔，一个位于现今伊拉克南部的古城，后来去了哈兰，然后因上帝的召唤迁徙到了迦南，现今巴勒斯坦地区。这个亚伯兰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在希伯来文中是多国之父的意思，穆斯林称为伊布拉辛，他是神选之人，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祖先。亚伯拉罕有八个儿子，其中大儿子叫伊什玛利，穆斯林称为伊斯迈尔，是夏甲所生。二儿子叫以撒，是散拉所生。夏甲最终与他大儿子以实玛利离开了家，前往东方的荒野，而以撒则留在迦南，继承了家族的财产和地位。犹太教的传统认为夏甲是撒拉的女佣，后来由于跟撒拉关系紧张被逐出了迦南，而伊斯兰教则认为夏甲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并且她离家是神旨意的一部分。无论如何，这两个源于同一祖先的民族在此分道扬镳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此水火不容。事实上，无论是犹太教还是伊斯兰教的经文中，都多次提到了他们之间的友善交往和深厚情谊。创世纪25:8-10中赋予了一个温情的画面，一是玛丽和她弟弟以撒共同为她的父亲举行了葬礼。创世纪28:8-9又提到以撒的儿子与以实玛利的女儿成婚，象征着两个民族之间的血脉交织。古兰经中的一个章节描绘了亚伯拉罕和伊斯玛尔共同建造天房的场景。那么这两个有着如此紧密关系的民族啊，为何在文化和信仰上逐渐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呢？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虽然塔纳赫上面描写了神祝福阿拉伯人祖先以实玛利的场景，但是对于他的身份啊，后人还是不愿意接受的。女佣的儿子被赶出家门的那一种上不了台面。这就迫使啊，阿拉伯人要么没有信仰，要有的话呢就必须二创。但一神教又有一个原则，真理只能有一个。这就给了后世埋下了一颗雷了。接下去我们就要用两个不同的视角来讲述这两个民族各自的故事了。先说犹太人。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大量中国人到了海外之后啊，没过几代中文就不会讲了，而2000多年没有祖国的犹太人啊，却依然能够使用着他们祖先的希伯来语，坚守着他们祖先的信仰，没有被他们所寄居的任何地方给同化。让我们用犹太人的祖先以色列人开始说起。继承了亚伯拉罕家业的以撒生活在迦南，他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以扫和雅各。以扫娶了当地迦南人的女子为妻，母亲利百加很不开心，指使雅各使用了诡计得到了家族的继承权。而以扫则去了以东，就是现在约旦南部地区。继承家业后的雅各一天跟一个人摔跤，后来发现那个人是神，神叫他改名叫以色列，从此他就叫以色列了，意思就是与神摔跤的人。他有12个儿子，后来形成了12个支派，发展出了庞大的民族。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以色列，所以都被称为是以色列人。但这个过程却是十分曲折。以色列其中的一个儿子约瑟因为与兄弟之间的矛盾被卖到了埃及，但命运对他十分眷顾，他在那里飞黄腾达并成为了宰相。当他得知在迦南的家人遭遇饥荒，他不计前嫌，把他们都接到了埃及，使得以色列一族得以安身。时间一晃就是430年，以色列人从一个小小的家族发展成了一个几百万人的庞大民族。这些说着希伯来语、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以色列人，让埃及人感到不安，遭到了埃及人的压迫，成为了奴隶。而摩西的出现为以色列人带来新的希望，他带领他们逃离了埃及，打算回到迦南。经过40年的流浪，他们终于回到了迦南，但这片土地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迦南早已建立起了各样的城邦，以色列人的到来遭到了激烈的抵抗。经过多年的征战，以色列人终于征服了迦南，并以12个支派分布开来。公元前1000年左右，大卫王的出现标志着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他不仅统一了以色列的各个部族，还使得以色列的版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而他的儿子所罗门更是继续发扬光大，使以色列王国成为古代中东地区的一颗璀璨明珠。然而国家的繁荣并没有持续太久，所罗门去世后，王国内部矛盾开始显现，王国分裂成了两个部分。北方的以色列国公元前722年被强大的亚述帝国灭国了，北方的以色列人被流放、被驱逐、被稀释、被同化，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消失了。而继续说着希伯来语、延续着以色列人文化和信仰的，只剩下南方的犹大王国的人了。犹大王国虽然持续了更长的时间，但也难逃被征服的命运。巴比伦帝国的崛起使得犹太王国最终在公元前586年被征服，大批犹太人被流放到巴比伦。然而犹太人的命运并没有就此终止，波斯帝国的兴起为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波斯王居鲁士大帝允许犹太人返回故土，并且帮助他们重建第二圣殿。后来希腊人来了，罗马人来了，此后的几百年，犹太人一直生活在外部势力的统治下，但他们依然努力维护着自己的传统，坚守他们的信仰。公元70年，犹太人和罗马帝国之间爆发了一场剧烈的战争，罗马军队在提多斯的领导下攻陷了耶路撒冷。战争结束后，大量的犹太人被杀害，被奴役，聚散到其他地方。公元135年，犹太人再次起义，而这一次犹太人的脊梁骨被彻底打断，此后的2000年，犹太人再也没有重新站起来的力量了。为了淡化犹太人的痕迹，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改变耶路撒冷的名字为 Aelia Capitolina， 艾利亚卡皮托利娜，而犹大省改名为 Palestina， 耶路撒冷。这座古老的城市见证了无数的历史和变迁，曾经是犹太人的心灵之家，是他们的信仰和希望，但此后被禁止踏足自己曾经的家园，那片他们流过汗水、泪水甚至鲜血的地方。犹大省改名为 Palestina， 而这个词是 Philistine 的派生， Philistine， 非利士人，迦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比犹太人更早来到这片土地的人。罗马人用非利士人来命名这片土地，似乎是对犹太人的嘲笑，仿佛在对犹太人说，你们从来都不属于这里。犹太人看着自己的家园，信仰的中心被改名，被夺走，内心的痛苦和无奈难以言表。此后的2000年，他们流放于他乡，无力与强权抗衡，只能一遍一遍地捧起手中的塔纳赫，因为上面写着神将会派弥赛亚带领他们回到应许的地方。前面提到过闪的二儿子韩，他有一个儿子就叫迦南，他和他的祖孙就住在这个地方，这也是这个地名的由来。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生了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叫做以扫，长大之后娶了迦南人为妻，都与婆婆关系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婆婆不惜教另一个儿子雅各用诡计取得继承权。另外，家里的老爷以撒还跟雅各说不要娶迦南人为妻，这说明什么？就是他们家与迦南本地人的关系是非常不好的。接着，他们的后代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430年，埃及人居然能够从人群中把这几百万人全部给找出来迫害，这又说明了什么？说明即便是过了几百年，你人口都已经巴结了几百万人了，都没有跟当地埃及人融合呀。第二点，犹大是以色列人的分支，也只有这一支在以色列人全部被灭国之后仍然保持着祖先的传统。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称这些说着希伯来语捧着塔纳赫的人为犹太人了。第三，被巴比伦灭国并流放的犹太人70年后又回到了故乡，并且建立起来了第二圣殿，这个经历对犹太人的文化和宗教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经过这70年的历练使得这本身就很特殊的民族，即便是经历了2000年，依然坚守着他们的信仰。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就是从非利士人衍生出来的。那当时的非利士人住在哪里呢？就是现在的加沙地带，就是现在哈马斯的地盘。你说神奇不神奇呢？好，今天我们讲述了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同源关系，还有犹太人继承了祖先以色列人传统的信仰，也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下期节目中呢，我们会再次打开中东的历史画卷，来看看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儿子伊斯曼尔，阿拉伯人的祖先，用他们的视角来看看他们的故事。我们下期见，拜拜。